你好，我叫肖卓然，我上九年级。 你好，我叫韩丽，我叫费雪呢，我们上十年级。你们好，我是阿菲菲，我是文，我是大小波，我们是十一年级。 认识吗？认识吗？你们认识吗？认识，认识，我们不认识。叫小一社，叫小一社，我来叫小一社。我同学，我同学，这是我同学。我朋友，我朋友，这是我朋友。我叫康吉松，我叫莫凯郎，我们是朋友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美国人，我们是中文，二班的学生。几月几号？今天几月几号？六月六号，今天六月六号。星期几？星期几？今天星期几？ 星期四，星期四，今天星期四，生日，生日，今天是我生日，快乐，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真好，真好，今天天气真好，咱们去公园吧。 糟糕，糟糕，刮风了，下雨了，咱们别去公园了。真好，真好，春天天气真好，咱们去照相吧。你看，你看，花开了，树绿了，咱们别忘了照相了。你好。 买什么？买什么？你要买什么？买衣服，买衣服，我要买衣服。买哪件？买哪件？你要买哪件？红的、绿的、黑的、白的，你要买哪件？蓝的、蓝的、蓝的，我要买蓝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有蓝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买绿的吧。 我要三根油条，第四，我要四份水饺，好，马上来。中国城我来了，我最喜欢中国城。
对不起，我只是跟你当朋友。